行，你现在还生你哥的气吗？现在不气了。我说实话，刚来这儿的时候，杀了他的心都有。后来觉着这劳作耕种，养活自己也挺有意思的。眼下就是要多备些食物，准备过冬。明年啊，就多养一些猪羊，吃穿就不愁了。有必是个好地方。 撒上种子，就会种出庄稼来。看来啊，像是被饿出道理了。比我明白的多呀。我在这儿啊，也不打算回去了。将来真的是建成了公室，我把我爹娘都接过来。有弊这个地方，比有余市那穷山恶水可强太多了。我还计划召集更多的人，大家一起发展。好啊，看来顺。 把有弊的封地给你，那是给对了。<笑>我现在明白了，我哥呀，他是在教化我呢。丹珠，来吃点东西。哎，去去去去。哎，再怎么想不开，也要吃点东西。嗯。哎，我就不该听滚的话，跑这么远来受苦。丹珠。 滚都跟你说了什么？他跟我说，这天下是我父亲打下来的，本来就应该传位给我。哎，滚还跟你说什么了？他还说呢，兴许我这回从有弊回去，就能带上共主的平天冠。 你干嘛去？哎，你走了我怎么办？怎么来的？怎么回去？哎！哎呀！破！破！ 什么事？我父亲勾结共工，他把咱们的大军安排在吉水上游那片低洼的开阔地，然后要放水淹了咱们的大军。什么？雨，这件事情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父亲在那边安排人开河挖口子，已经干了十几天了。你来找我，你父亲知道吗？ 只有我母亲知道，我父亲一直没有回家。雨，你要清楚，你这么做可是大义灭亲，要是让你父亲知道了，他绝饶不了你。这个我知道。他虽然是我父亲，可共主和摄政军干的是统一天下的大事，这孰轻孰重，我掂量得出来。摄政军，我是偷偷跑出来的，要马上赶回去了。 马上就回去，这件事情切记不要告诉任何人。其他的，我来处理。鱼，路上小心。 天作孽，犹可恕；人作孽，不可活。众首领听令，前往羽山捉拿果安。 过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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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鱼儿，鱼儿，秀司，鱼儿，夫君。鱼儿呢？你不是派人给我捎信，说鱼儿出事了吗？鱼儿呢？这几日这么辛苦，今天我给你准备了一些好菜，你先坐下吃点。我哪有心思吃饭？外面雨下那么大，我给你倒杯酒暖暖身子，你先坐下。哎呀，急死我了！鱼儿他到底怎么了？把这杯酒喝了，我再告诉你。说吧，雨儿她没事儿。你没事叫我回来干什么？我听说呀，你怎么在那不该疏浚的地方带着人马挖口子呀？这是你管的事儿吗？听我说，这关系到我们的性命啊，这更是几万士兵的性命啊！你现在去认罪还来得及，摄政军一向宽厚仁德。夫君，你就悬崖勒马吧，求求你了。你们把我的事儿告诉摄政军了，你就悬崖勒马吧，这都是为了你好啊。我的玉儿呢？我的玉儿呢？我的玉儿呢？女儿，她在你掘地的地方正填土呢，你就悬崖勒马吧，夫君，求求你了！我求求你了，你别去，别去，放开我，女儿，放开我！你要杀就杀了我吧，这是我的主意。女儿，是当公主的命，她要成就霸业，谁拦我杀谁？放手！你别去，夫君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别去呀！放开我！放开！你别去，我求求你了，别去找雨儿！你要杀就杀了我吧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！为了我的雨儿当公主，我今天就先杀了你这个糊涂的女人！雨儿！比你更爱咱的儿子，你给我生了这个儿子，让我有了期盼。为了玉儿，我不能放弃。走，跟我找儿子去。说了，填好这个口子，每人发一头牛，
你撤粮食，大家都抓紧干吧。好。于大人，你真是太慷慨了，这田土可比挖土快多了。这牛和粮食你就预备好吧，往后咱们耕田呀，那就不用咱们人来拉犁杖了啊。准备好吧。啊，好，说到做到。使劲干。大家加把劲儿，使劲干。伯义大人，东部石大人，你们怎么来了？雨啊，摄政军让你马上回去。摄政军来了啊？他在哪儿啊？行了，这让别人干就行了，回去吧。哎，东部石大人，摄政军找我有什么事啊？回去就知道了，走吧。回去就知道了，走吧。走，行，走吧。父亲，这是摄政军赐给你的酒。到时候了，该走了。这是行刑酒吧？鱼儿，父亲是要走的人了，不想跟父亲说几句话吗？父亲知道，父亲杀了你母亲，你恨父亲。可父亲做这一切都是为了鱼儿你呀。父亲不想因为自己犯的罪让你跟摄政军结怨太深。汤尧虞舜，天下大和，百姓早景而已，耕田而食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唯有我滚多年治水，劳而无功，上对不住公主，下无益于民，罪不容赦，死有余辜。我已恳请摄政军赐我一个渎职之罪。目前五行大法没有这一条，就从你父亲开始吧，加上这一条，按律究法，以儆效尤。摄政军宽厚仁德，他不会因为我滚犯罪让我儿受到株连。父亲，我知道你所做的一切就是想拥护我成为公主，可是我的心里想的是治水啊，我不想做公主，我也做不成公主。你所做的这一切全部都是枉费心机。儿啊，玉儿，父亲为你做的一切铤而走险，我都是为了让你做公主啊。父亲一生好强，从不言败，也没有败给强权，也没有败给愚顺，可父亲败给了你，败给了我的玉儿，白费心机，败得彻底呀。父亲，我知道我到摄政军那儿去告发你是我不孝，可是我为了天下苍生，我不得不这样做呀。天下苍生，好啊！
玉儿，你就是公主，这就是公主啊！好玉儿，你就是咱祖上传下的指南车呀，永远会指出正确的方向。小时候，你站在那指南车上，父亲问你：“儿啊，南在哪里？”你说：“南在前方，南在前方啊！”父亲知足了，知足了，知足了，知足了。知足了，有四啊，咱们知足了。已经逼近羽山，摄政军请你速去以示，商量退兵之策。去告诉摄政军，我能让公公退兵。诺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公公叔父，你还是撤兵吧。撤兵？为什么？我父亲呢？你父亲他怎么了？公公叔父，你和我父亲的事儿，摄政军都知道了。我父亲杀了孟母亲，然后他又自尽了。现在摄政军正领着大军在前面等着呢。完了，全完了，云。我和你父亲是至交，我不能不管你，跟我走吧。不，羽山是我父母的家，我要在这儿给他们守孝。既然如此，我就不勉强了。快，退兵！诺。父亲，我知道你恨我，你埋怨我，可是为了天下的大业，我不得不这么做。
母亲，希望你的在天之灵能够得到安息。我一定守孝三年，以报你们的养育之恩。雨，我也不知该说什么好，可是我知道你做的这一切虽然对不起你父母，但是你却对得起这天下。我相信你父母在天之灵会原谅你。哎呀，给我打！父亲饶命！打，就冲着打，往死里打！去游兵做什么？你究竟想干什么？给我打！给我打！父亲，父亲，打！给我打！父亲，别打！父亲，父亲，给我打！别再打了，不能再打了！父亲，公主，五行还没有颁布呢，你怎么就开始打起人来了？五行是管天下的坏人。我这是管儿子，跟五行没有关系。给我打！父亲，不能再打了。跟你说，别再打了。公主，父亲，怎么了？父亲，你没事吧？你气坏了身子。走走走，我们到屋里去。来，父亲，父亲，慢点。你这个不孝的东西，我这一辈子险些回到你的手里。来，父亲。父亲，慢点，父亲。高耀大人，立刻召集所有首领来议事。诺，嘿！哎呀呀呀呀！高阳大人，哎呀，哎呀呀呀！丹珠，哎呦！现在你知道有弊的情况了吧？知道了，知道了。那你也知道摄政君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的兄弟，像了吧？知道了。那你说你该不该打？该。还要不要打？要。哎，不不不，别打了！哎呦，我这能活着从有弊回来就不容易了，一回来他就打我，哎呦！丹珠啊，你是共主的儿子，你应该知道，你肩负着什么。这次关勾结共工反抗联盟的事情让我好多天都寝食难安。我在想，如果关直接来禹城夺取了兵符，水淹大军，颠覆了联盟，后果将不堪设想，让人后怕呀。我在禹城和退养的那些老首领提起此事，他们也都有同感，所以我决定提前举行禅位大典，让虞舜正位共主。虞舜，解符。诺。是玄龟兵符，现在就交给摄政君。虞舜，你现在已经集兵权和政权于一身，要杜绝此类事情再度发生。诺。至于公主的平天关，我想在禅位大典那天再亲自给你戴上。诺。
公主，禅位大典还是在泰山吗？不，在京山。公主，京山是当年皇帝禅位的地方，可如今在三苗的界内啊。我决定在京山举行禅位大典，就是要昭告天下，统一的大业是皇帝开创的。 是谁也不能阻拦的。到！京山是当年皇帝统一天下之后驻顶的地方，现在还是咱们的地界呀。看来唐尧。 是在向我宣战呢。其实，我从来也不反对天下一统，只是这个天下将来归谁所有而已。好啊，唐尧既然已经把事情摊开了，他在京山禅位的那一天，就是我们决定天下归属的日子。大酋长啊，你我都这么把年纪了。 咱们就把这次大战当做我们争夺天下的最后机会吧。方相，争天下就是一场博弈，我已经把性命都押上了。公主与摄政军分别把天下设为九州，分别是冀州、青州、豫州、扬州、徐州、凉州、雍州。 还有兖州和荆州，而荆山就在荆州地界。当年皇帝统一天下的时候，就是在荆山驻顶为证。如今公主选择在荆山禅位，其意义重大呀。可是公主要在荆山禅位，那就等于是宣布了三苗政权的结束。这弄不好啊，又是一场生死交战。 既然金山禅位如此凶险，为什么不换个地方呢？公主一言九鼎，绝不能更改。摄政军，我再去趟三苗，跟有苗氏好好商议此事。高尧大人，现在去三苗，那可是太危险了。危险并不可怕，即便一战，也要把事情跟他说清楚。 去放下。见过大酋长，方向大人，博强大人。说吧，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决战？大酋长，此番高尧。 代表共主摄政军来到三苗，不是下战表的。哼，那你来找我干什么呀？大酋长，当年皇帝统一天下，在荆山驻顶，如今我们共主也想效仿皇帝，在荆山驻顶，然后禅让其位。哎，到时候还请大酋长一起商讨统一的大业。 你认为此事能共商吗？大酋长，怎么不可能啊？哎，华夏跟东夷就是经过商议以后，统一的。我有苗氏，可没有你高尧大人那么大方，拱手把东夷让出去，自己甘做司法首领。虞舜本就是东夷人，你让位。 也并非没有私心吧？此事没有商量的余地。大酋长，你看可不可以这样啊？先让我们的工匠进入金山驻顶，等大鼎铸好之后，咱们再商讨，大鼎归属一事。不。
行！我三苗的弟弟，不许你们踏入半步。我看这事儿啊，可以商议。方向，大酋长，既然是天下归属的大决战，总应该有个信物，不是吗？想当年皇帝造的那个大鼎早已不知去向，象征天下的信物，我看大鼎最好啊。这样吧，咱们两方多出点能工巧匠，合力铸造一个天下统一的大鼎，然后再摆出阵势来决战，胜者拥有大鼎。这样一来，这天下人不是更信服了吗？高瑶，好，这次决战，咱们就摆开阵势，可不许再耍诡计了。哎，博强大人，你好了，方向啊，我再好好想一想。你先带他们下去。诺。高瑶大人，请吧。此后，每当天下大乱，称为天下鼎沸；群雄争霸，称为鼎革之际；争夺政权，称为问鼎中原；而定鼎天下，就称为古中国天下统一和掌握最高权力的代称。方向大人，金山铸鼎，事关重大。你我虽然都是辅政之人，对此事也是责无旁贷啊。啊，就拿你高瑶大人来说吧，当年你在东夷是堂堂的大首领啊，为了统一而自降为司法首领，哎，可敬可佩呀。方向大人，你太客气了。哎，公主她为了天下统一而操劳一生。淡水之战后啊，公主她选择了东夷人虞舜做摄政军，统一了华夏和东夷，又以仁德对待三苗，就是想不战而是天下大统。可你们大酋长啊，就是不愿意商议此事。看来，万众流血之事是不可避免了。哎，我是个医家，是以治病疗伤、救人性命作为我的使命。我当然更不愿意看到血流遍野、家家出殡的景象。我知道，如果不是方向大人屡次的劝阻，这流血事件也不知道要经历多少回啊。这次决战呢，在所难免，看起来我也是无能为力了。自从欢都跑过来之后，我们大酋长啊，嘿，不愿意听我的话了。哎，我听说鲧和共工勾结反叛，几乎颠覆了摄政军。方向大人，确有此事，现在想起来都后怕呀。若不是鲧的儿子大一灭亲，这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哦，哎，你说的是禹？就是鲧的儿子。哦。你说这禹啊，我知道。好多年前，他做那个水系图。哎呀，这事儿我终生难忘啊！真想不到，这孩子如此明白事理呀。哎，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。是啊，方向大人。嗯。欢都，他屡次加害摄政军。此人行为不端，心智险恶，你们不能不防啊！哎，你提出来，咱们共同铸鼎，真是个好主意啊！
这件事情啊，就不知我们大酋长同意还是不同意呀、啊。大酋长准许他们在荆山驻顶，已是我方礼让在先了。但虞舜绝不会善罢甘休，大酋长要有所提防啊。大酋长，我总觉得方向大人跟大酋长不是一条心，在荆山驻顶这件事情上，他又在偏袒我们的敌人。既然是生死大决战，总得有个幸福才行啊。这样吧，就让方向去参加驻顶。荆山是我们的地盘，他们来的也只是一些工匠，我就不信虞舜能捣出什么鬼来。眼下最重要的是，这一仗怎么打？根据我对那边多年的了解，华夏和东夷联盟以后，军力和我们大致相当。共工脱离他们之后，带走了许多人马，骑兵大不如以前。但是在平原作战，他们还是有优势。荆山水网密布，北人善陆战，南人善水战。我是不会跟他们在平原上拼命的，江河会帮助我们取胜的。我之所以让方向去参加驻顶，就是不想让他参与战事。你们两个即刻随方向去荆山。诺诺。摄政军，有苗氏已经答应了在荆山驻顶，可双方必须派出工匠，共同商讨大顶的样式和图案。可以答应。可有苗氏说，在驻顶期间，双方必须要决定开战的时间和地点。还没等我说话呀，他却说，既然在荆山驻顶，那么就在荆山开战好了。我跟他说，事关重大，这件事必须要禀告摄政军以后才能决定，所以当时我并没有答应他。这荆山是皇帝统一天下驻顶的地方，在这里开战倒也意义重大。可是荆山一带水网密布，我们的军队又不善水战，到时候怕是要吃大亏的呀。水战也罢，陆战也罢，都是要打仗。其实我们应该想个办法，不打仗就能解决问题。伯弈、子气，你们率领工匠前往荆山驻顶，这大顶的模子共主早就做好了，你们可以去禹城找共主要。诺诺。摄政军，这次我去三苗，发现三苗内部好像有些分化，方向大人非常赞同共主还有摄政军的想法，可有苗氏呢已经不再信任他了。这个有苗氏已经被欢兜还有伯强所左右了。说起这个方向大人，其实我已经注意他很久了，这个人为人正直，温和善良，就因为他一直在有苗氏身边出出主意，才避免了很多次的战争。所以这次我们无论如何都要除去欢兜，让这方向大人在有苗氏身边去影响他，也许就能避免这次战争啊。伯弈、子气，你们知道我为什么派你们去荆山驻顶吗？当然是尽快地铸造好大顶啊。不。哦。这大顶铸造得越快，双方交战的日期就越近。摄政军是想在拖延时日中寻找更好的解决办法。公主和摄政军心系凝重，恩德天下，是想不战而联合三苗。这个木模，你们共主什么时候做的？有几十年了。哦。不过这图案呢，
是这几年才刻画上的。我们共主说了，这一只顶的三只足，就象征着华夏、东夷跟三苗啊。这顶身呢，就是天象。这三只足那是缺一不可啊，必须合力支撑起顶身呐。这图案嘛。 就是按照九州各自图腾纹样刻画上去的。哎呀，我可真是无话可说了。<笑>好，既然方向大人同意，咱们就量好尺寸，先做出两只小鼎，给大酋长摄政军他们看看。那好，那赶紧招呼他们开始铸造吧。方向大人呐，此鼎意义重大呀。 非体量巨大不可。哦，可是呢，我们谁都没造过这么大的鼎。皇帝当年的制鼎技术也失传了，而且我们收集的铜料还远远不够，所以不能急呀。咱们从小鼎开始做起。哎呦，可我们的大酋长他急呀。急也没有用啊。也是啊。 部落隐隐篝火，照亮星辰下图腾的轮廓。夕阳天高歌，长吟在我，燃尽将天地涂抹。蜿蜒的阡陌。 百家耕作，南边天下方士，洋洋大国。谁策马饮鹅，四海在我，披里肝胆开华夏传说。所以登峰乱纪作，鼓瑟奏一曲山河。 九州，谁人能？